我们会会有请 Father Andrew 邓建伟神父，他是来自耀汉小兄弟会的会士，他现在更是加拿大多伦多中华殉道圣人堂的主任司铎他将会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贞洁的伦理，但是现在我们接下来的方式有些不同，是不是啊，Rodney？对，我们先邀请邓神父啊，邓神父可以开箭头啦。你好，邓神父，我们是可以说说邓神父分享之后，我们有一个问答的环节，然后我们可以播放微电影的第二套的微电影。邓神父你好，邓神父，你邓要神父开可以开你麦的吗？麦，邓神父可以开你的麦克风。你好，邓神父。邓神父，你 OK，好。你好，大家好。对的，邓神父跟我们说这主题是境界，我就交贞给你洁的先伦说理。说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呢，不管是在婚前，非常不主张，就是说婚前发生性关系、性行为了。但是呢，在现在呢，就是说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社会上呢，有很多流行呢，他们叫试婚呢，试婚呢，所以对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很大的小挑战。刚才康妮也讲过，就是说。在世界范围内，现在堕胎呢，很多的原因，刚才我们在影片当中都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女孩呢，她都不想，但是呢，刚才讲家庭的原因，还有刚才男朋友开始呢，都说哦，我将来不是说男朋友不没有责任，都是她可能男朋友都想去做保护，但是呢，她的家人呢，现在这个她的妈妈，还有好多考量，经济的考量。他要有发展事业，所以还没有计划呢。所以呢，这个令到呢，就是说保护一个婴儿呢就很困难。女主人呢，我刚才看到女主人她都是自始至终保持不想去堕胎的，但是呢，刚才讲最后她还是没有无奈的做了选择去堕胎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刚才在影片当中呢，我看到这个。那个叫什么生命的那个张子健，他演的那个就一直在跟他，我强调说了4次了，说你堕胎呢会令到你这一生当中都会有阴影，这个是事实，在我们的牧灵当中呢，确实呢，有过好多年几十年，特别你当你年龄更老的时候，你更会想起你年轻时候。还没有，可以说是谈恋爱阶段，或者是跟其他人，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阴影呢是伴随他的一生当中的。所以，我们天主教呢对这个婚前的贞洁呢，就是我刚才讲，天主教当然光我们从消极的来讲呢是不准，婚前性行为，要保持这个贞洁，不管是对男的来讲还是对女的来讲，都是要求一样的。这个贞洁不是对女的。男的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是有共同的信仰呢，大家互相提醒、互相尊重，就好像我不知道在影片当中我没有记到那个，就是影片放完以后，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还没结婚，在采访的时候呢，他们问他有发生过性行为吗？有没有？然后呢，他们都是说，甚至他们去旅游，都是分开。所以他们一直要保持到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把自己完全的、洁净的、奉献给对方，这个是很好，这个就是我们天主教的一种非常一个楷模，一个 model，是希望年轻人呢能够去这样做。但是呢，在实际牧灵工作当中呢，刚才讲就是热恋当中，刚才康妮老师说，在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呢，特别女呢。都会昏了头，都会好像说，当对方提出了要求的时候，好像很难去拒绝。拒绝的话，就会好像是对方不爱，对方不被对方爱，得不到对对方的的，爱。对的，所以呢，这就样是令年到呢轻就人的会退嘛，让。年轻人就是这样了。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比较很困难的，而且在这个时代呢，他的就是遇到很多的这些挑战。我刚才讲，当然男女在热恋当中，就是说有个什么界限呢？就是刚才讲，这个界限呢很难去界定，说是拉拉手啦，还是亲吻呢，还是拥抱呢，是不是就会犯罪呢？不是的，就是说。就是说，第一那个原则呢，就是很难去给你划定一个线，你怎么到哪一个 level，在哪一个阶段是犯到第这个不洁的，或者是第六戒的，没有的。当然，最少的那个底线不要发生性行为，拥抱呢、亲吻呢，热烈就是在恋爱当中呢，应该不是算犯这个贞洁的，对吧？但是呢，刚才讲这个很容易陷入那个这个。发生性关系的，就很难控制。到一个阶段呢，你很难控制自己的，不论你自己还是对方呢，都很难控制的。所以呢，这个的对我们几兜头来讲呢，最好呢就是说，不管可能你的男朋友不是教友或者不是基督徒，如果他有信仰的话，可能就比较容易。可能大家不是不容易，就是大家都有，就像影片当中他们都是有信仰的，大家互相都知道。啊，互相都会吧。最好呢，我们不管是男青年也罢，还是女青年吧，女教也罢，如果你是有信仰的，最好在谈恋爱阶段呢，给对方要清楚的表达，我是天主教的，也清楚的给他们，就是说要表明你的态度。比方，我们天主教不允许在结婚前的婚前性行为啊、性关系啊，给他清明表，希望呢给对方一个要，我们既然。说要谈恋爱，就是说要做朋友，做男女朋友，为对方来讲，希望对方来说，我也尊重你，希望你也尊重我。最好呢，在这个之间，我们说吃挂面不求言，有言在先呢，约法三章呢，早一点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可能比较好。将来对你的恋爱阶段呢，对保护自己呢，是特别是女青年呢，对保护自己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呢是在现代社会呢，特别随着这个网络还有社会思潮的影响，对我们要保持这个贞洁呢，为我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挑战。教会非常了解，所以教会希望呢，就是说你从积极的方面去，第一，在信仰方层面呢，要去扶持这个信仰。如果你的男朋友还不是基督徒，还不是教友。所以你要在这一方面努力。第一，表明你的态度；第二呢，刚才讲，你要积极的带他来教会，让他去了解教会的信仰和对婚姻、对贞洁、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特别教会呢，在你准备结婚的时候，教会一个婚前辅导，在这个呢，就把教会的伦理就给他讲清楚。希望呢，最少我们做基督徒的一方，你最少你清楚。你不要糊涂，你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你在信仰方面都不坚定，那就很容易，随大流，就可能很容易呢，就随这个世俗的观念啊，我们没结婚可以先试试，不适合了就算了，对吧？这个呢，就是叫试婚呢，不管在可能在加拿大，在国外，可能在这一个呢就比较流行，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呢，最另外呢，就刚才看到，婚姻呢，就是说，如果到发生了，如果就是说，有 baby 了，如果再发生到堕胎呢，就是这个就很大的挑战。到第二个阶段的话，当然你可能有时候保持不了，有好多就发生关系生婚前的性行为，可能我没有想要，但是刚才讲男的说不需要，如果说。有怀孕就直接结婚了，到时候结婚的时候带你去爸爸妈妈呢，可能家族的原因呢，还有工作的、事业的，还有计划当中的，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到时候这个男的他告诉了，他也是主张去，没有给女方一个 support，对吧？没有个支持，所以呢，这个就作为另外一方呢，就是很难。另外就是说，当发生这些关系呢，可能呢。要寻求教会的支持。刚才康妮老师已经讲了，
教会，不管在加拿大也罢，在香港，在其他，我现在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怎么样，因为出来这么多年，我知道在中国呢，之前呢，堕胎呢，发生在是政府那时候计划生育，很多呢就是发生在堕胎公开的呢，政府呢因为计划生育，你怀孕后，政府呢他的迫使你去，到这个医院去做堕胎的。现在可能政府呢不会在这个计划政策已经改变，允许两胎，允许第三胎，我相信这个压力呢会越来越小。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教会呢是尽量去已经比方逼迫堕胎的，或者是因为他们在中国的传统呢希望有男孩，生了女孩呢。他们为了再生，因为只能一胎，所以呢，生了女孩以后，他们就可以把小孩抛弃。所以那时候好多弃婴，我知道我的老师，原来那个老师呢，他在堂区就收留了好几百的这个婴儿。这个婴儿呢，后来呢，他就有些呢，教会开始呢，政府还允许收养，然后呢，就想办法呢，就转到甘肃啊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有些人愿意领养。我知道。好几个家庭啊，那甘肃啊，有些天水一些教友想要多小孩，想领养小孩，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女孩，他们就想领养，所以呢，就到陕西把这些弃婴呢，他们就抱回来。我相信我知道我在甘肃那时候服务的时候，就帮助过十几个家庭去到陕西去领养那些弃婴啊，是大都是弃婴，大都是女的女婴。因为那时候，因为计划生育呢，都是希望有一个男婴，所以他们就为了再生一胎，所以就把第一这个女婴就弃掉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对中国、对在香港还是在多伦多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呢，这个贞洁呢，就是说不管在教会呢，是不主张这个婚前性行为，如果呢，就是说，怎么样去好好去做呢？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刚才呢，这个影片当中那一对青年呢，给我们最少在这社会上有了这个 model，有这个做得很好，而且呢，为你的终身的婚姻幸福呢，互相保持、互相尊重，一直到这个结婚的时候呢，完全的交付对方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为你一生的幸福。然后你堕胎呢，对你呢，特别是女方呢，造成的伤害，我相信一会儿从医学各个方面呢是很大的。刚才讲的那个，谁说我强调四次啊？你一生当中这个阴影都不会放，都不会走到这个是在我们牧灵过程当中呢，虽然好多堕胎的，请神父来办告解呢，神父都赦了罪。赦了罪以后，在他的阴影当中，甚至他老了时候更能想起他堕胎那个场面，更那个烙印呢、啊，永远是抹不去的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祈祷，保持这个什么自己的这个贞洁，到这个一直到婚姻的时候，虽然有挑战，如果你依靠天主，依靠自己呢，很难去做到，相信依靠天主呢，就容易做到。没错，没错，好，谢谢邓神父。